Hello，大家晚上好，都在干嘛呢？最近什么也没干，就在家闲着。回老家待了几天，然后回来了，然后我们闺蜜们都一起住的，虽然人不全，不过还挺开心。昨天闺蜜的妈妈来了。然后今天也有闺蜜回来看我们，然后还挺开心的。我们在一起说话聊天，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，因为我们本来就特别像最亲的亲人。还有就是很高兴大家都找到比较还算比较适合自己的工作吧。然后努力吧，开心就好。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在路边拍呢。我以前的视频基本上很少说话，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，真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就加一些歌，然后手机歌也不多了，今天就说说吧。然后现在就我自己就是闲着，因为一直不知道该干嘛，然后我想开一个淘宝店，然后卖女生穿的衣服，大家觉得怎么样了？然后以前也没有做过，就什么也不懂，最近还在准备吧，然后想想该做些什么。不能整天闲着呀，喝西北风了快。然后说些什么呢？我在看动画片呢，我是海贼迷，挺喜欢看的，从几年前就开始追。然后最让我开心的是这几天。还先不说了。我总之不管怎么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微笑面对吧。总有好起来的一天。然后今天我们这不是今天，是我们这儿最近超热。就根本不敢出门了，太热了。然后说的下雨也没有下，真讨厌。你这样拿着手都抖了。手怎么老是抖？然后今天就多录一会儿吧，因为平时我的视频都时间都比较短。然后